咱初级班，吼、哦，咱遮个同心，大家下晡好。哎呀，辛苦哦，哈、哦。啊，刚睡醒哦，比较辛苦。下午这个的时间呢，通常会较辛苦一点点嘛。啊，不过呢，我尽量哈、哦，唤起大家的精神，好，大家卖困，敢好？好好，因为哈、哦，大家真无简单，哈、哦，开着这个时间。来到这跟大家结缘哈，来这共同来探讨。啊，下晡咧困去呢，就想拍算啊，哈、哦。所以呢，哎，咱下晡的时间，我这节课哈是所有的课上轻松。好，来各位看到我的课叫做《美丽新世界》。哦，我的课呢，法理未介多，拢介浅的法理。那唔过呢，因为都是我做亲身的感受。安怎讲？因为吼，我初级班的时阵，甲高级班有无？我坐两摆的三天两夜吼，其实我搁转去的时阵，我会记的物件吼，差不多记百分之，甲差不多第四天第五天啦，差不多记百分之二十三十尔。啊，我当记一个什么字？恁敢知？记四个字，这四个字就解解答啦。吼，对四个字，恁敢知？叫做日熟美战啊，这两个观念有无？外靠，足侪人唔知影，因为咱行的是一条吼，甲别人无同款的路，所以呢，安尼日熟美战，其实我昨有一个特殊、足特别的一个机会，因为吼，我们上过，因为我们已经植物背带的人吼，阮较无袂讲，那不是讲阮专训的时间啦吼，阮较袂讲。拜五落来，像恁较辛苦，恁初级班过来高级班，拢是拜五落来报到，吼、哦，拜五落上课，拜六礼拜安尼，很密集的，要甲大家讲，咱台湾民政府是一个安怎的组织，吼、哦，啊，昨个时间我足感动啊，昨我伫后壁，甲大家共同来，咱昨暗有参加开训，咱的初级班的同学，我甲手一下好不好？昨敢那无遮济人。哦、昨天我们一起参加开训的、哦、还有很多好，谢谢。然后还有几位、哦、是今天早上在加入的、哦哦、我早上在开训的时阵、哦、很感动。虽然讲早上开训的时阵人无讲介多，不过各位同心，我甲恁报告哈。以我一个讲，即马已经有职务，已经登记职务的人，我昨暗在看这个开训哈，迄种感动哈、哦，心里感受袂出来的，感受不出来的。迄种叫做一种希望啊！我真正我昨暗迄个司仪在头前有无？在开训，然后在唱这个咱的，咱台湾民进会的代表歌叫做啥物会？会记得呗？这块土地是咱的，好，恁会记得无？啊，恁敢知？咱台湾民进会做代志吼，足用心呐、啊！迄、那个片啊内底的照片哦，拢更新过啊，拢是上新上新的画面。我听后壁看的时阵，我看甲足感动，我怎啊流目屎？迄种感动是讲，为我旧年到月，甲降息有无？恁所看到的民政府吼，甲我所看到迄角度，真正无同款，真正无同款。哦，今仔日哦，咱即节课内底，我会带一些。有个人讲，像我介侪朋友咧甲因讲，伊讲，啊，讲拢恁打民政府，拢恁讲恁对，啊。讲我讲我对，哎，因为恁咧上课来，恁咧上课的资料拢是当民进户所编的所写的嘛。因咧讲啊，恁讲恁对啊，对不对？恁咧讲诶，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干洗脑安怎样？我甲你讲，因为哈、啊，咱实在是接受太久太久，做片面的资料啊。英国人讲呐，讲对面中国有无？咱即摆讲中国哦，袂当讲大陆哦，吼、哦。咱今仔共同上课吼、哦，有几个足简单的建议。既然咱今有这机会，今日来到咱台湾民政府哦，咱有几个字吼、哦，有几个字眼，咱即摆吼来甲共同确认，咱吼、哦、要给它更正过来。大陆有无？全世界大陆有几个大陆？你知道吗？有非洲大陆、美洲大陆。中国大陆嘛是大陆啊，啊，不过咱拢叫啥？若讲到
对面的时候，咱拢讲大陆，安尼敢对？唔对哦。以后呢，咱台民政府咱咧讲的话吼，就做精准的，做正确叫做哪？若讲到中国，就叫做中国，唔是叫做大陆。安尼，中国是中国咧，咱台湾是台湾咧，吼，咱要分得清楚，无同款的，吼，人讲大陆这样子不精准。啊，搁呢，搁一句。日据还是日治时代，日治哈标准对，冇唔对。日治时代，日本统治时代，不是日本，迄占据哈，迄个叫做是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甲咱洗脑用诶。占据，什么叫做占据？伊伫遮咧甲咱吞大都无咧叫做占据啊，叫做哈日本叫做占据吗？迄个是片面诶。所以呢，这一节课哈，初级班。我们有一些基础的法理，而且哈，我要甲大家报告，我看到恁的课表，这不简单呢。早起的课，甲我即节课后壁刷来，迄个大山格林老师有无？这些拢是做优秀、做优秀的民政府的讲师，因的法理有无？你若听偌济、记偌济回去，拢是咱家己的报。咱呢，四个我啦吼，我哪讲，我家去用洗脑。无到六七十年啦吼，啊！不过呢，我所受到的教育，那是无来到民政府呢，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哈台湾光复吗？是叫做光复吗？所以呢，其实昨暗吼，我跟恁共同咧上理事那个秘书长的课的时候，那种感动，因为我搁再一次、再一次回到最原点，当初是我跟恁赶快入来时阵有无？我是我爸爸带入来，来，请教姐。咱现场啊，是咱家己厝内底人甲你介绍来的牙手，安尼吼，这些少年家拢是，还有这也是吼。我甲你讲，我想要安尼讲呢，家己的人上歹多，干么样？好，你知道吗？我现在在跟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些各大族群的这些个同心，在跟他们共同分享，在上课的时候。你不要看哦，这么已经背上背带，已经背上植物肩带的哈，伊要甲伊厝内底人讲的时阵，好不好？一场四五百个人，可能够五分之厝内底人唔知影。我讲啊，你是安那做出来？逐个月安尼一到两到来专训呢？所以呢，我讲家己厝内底的人，甲恁讲解，你让行到家来做理解，这真无简单。我是我的爸爸，古当教的，甲我介绍的。伊伫三年前就甲我讲啊，我甲讲一句话呐，我讲吼，爸爸，你做啥物拢好，啊你吼，迄政府的代志吼，咱较袂插的。啊我甲你讲，我慢慢甲破恁嘴，家己的爸爸嘛，那恁先来甲咱甲伤害对唔对？伊只好心甲你讲到安尼，只哇安尼有无？我讲吼，三年老爹佫甲我讲，吼，我一定吼带你。我一定带你。结果呢，我的爸爸真正叫做有坚定的，有坚持的对啊。古当教会甲我讲，我讲哈，佫滴个哦。伊讲你较紧的，你脚手较紧的，时间到啊，各位啊，恁这班啊，我特别啊特别去上课吼，真正各位初级班恁这个东西嘛，恁今嘛这个时间入来，真正是。真正叫做多好多好，时间多好，滴要到啊了，对啊。无上早嘛，无上班，这个时机真正多多啊好。而且吼，恁今嘛入来的感受哦，真正甲进前的东西入来种感受无同款，因为呢，今嘛整个社会氛围有无？啊，跟阮党、咱党民政府，咱所有遮尔那侪东西，伫台湾各地全部的六州。五十个郡，开始安怎？开始咧扫街，开始做做侪宣传化你的动作，今仔只物件都要互恁看。所以你的氛围，刚阮当初是看到的氛围，真正咱无同款。迄种吼，我现在真感动，我即马讲到鸡不皮麦牙起。迄种感动是讲真正时间到啊，愈来愈哇，愈来愈哇，愈来愈靠近啊，就对啊。你有当感受到，不管是报纸，不管是媒体，不管是阮民政府，遮东西要做的所有的代志。所以呢，我来到家，我搞出一个朋友在跟伊讲的时阵，古当讲甲今年讲，迄气氛完全无同款。古年讲的有无？
甲今年讲的吼，今年家己也找来啊。因看到报纸，看到新闻，黄秀华，你民进会真正玩真的，我讲本来就跟你玩真的。我爸爸三年前跟我讲，已经经过三年的这个体会啊，三年的时间，甲正是搁伫的，当然是真的啊。而且搁因为呢，我家己啊，亲身去亲入，亲身呢去了解到，咱吼民进会在做什么代志，咱是真真正正吼。要行一条，甲目前的叫做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一条无共款的路。为什么呢？我甲恁报告，为什么我咧讲中华民国要甲恁国家流氓政府？因就是安尼的姿态，因是暂时伫只通知尔。所以咱的语言来到家有无？恁可能听爱慢慢去习惯。因的资格、因的身份、因的姿态都是安尼。跟英国所讲的，咱所听的是无同款的，所以呢，今仔日呢，真正是做无简单。咱这东西嘛，愿意坐伫遮吼，遐尔久的时间，咱听遐尔多，因所编的、所讲的，今仔日你愿意坐伫遮，那，甲 A 面换做 B 面，吼，另外搁甲写一套入来家己藏来做比较，而且今仔日这堂课。不是讲，恁看到民政府的，嘛搁要予你看到讲，伫个网络，你若出去咧甲恁的朋友讲的时阵，恁的朋友会讲，什么资料会当讲证实？你莫摕恁民政府的予我看啦。嘿，我感觉讲，你安尼不无，就是没有个中立性。所以今天呢，有一挂资料，你网络拢找会到，嘿，不是咱民政府收下来，在所有的资料，不管国内国外，你要当予恁知。咱今嘛来各位，咱手上吼有在用。智慧型手机用 LINE 的人，举手一下好不好？大部分都有啊，吼，所以代表什么会？代表吼，咱用3C 产品，咱网络的这个使用率吼，加高。安尼的状况之下呢，你咧看所有的资料是足方便的，较听吼你所看的物件，今日的课程的资料，大家你若有兴趣，有想讲要摕转去甲恁厝内底分享，还是讲你要？放伫你家己的电脑内底，人家老师也是要甲别人来分享的时阵，不要紧，你当抄着我 email 吼，甲我的资料，我当拢完全的当提供出来给大家。这资产吼，不是我个人的，是大家的，是民政府的，是大家有心为台湾来做代志吼，大家人的。所以呢，咱今日共同看一挂因过咱较无去理解、无去注意到，其实一直发生伫咱身躯边周围人家的代志。好，来。那为长暗嘛吼，为长暗，咱说了，咱来了解一下哦。现在台湾了哈，台湾民进户，您知道我贵州有几个州知道吗？帅哥知道几个州吗？刚刚朋友讲过呢，六个州。上课要看我要回答，我就是 Q 你，你要回答我，别再困了，知道？哈，因为安尼哈，这样小班制很好。嘿啦，足侪嘿啦，你若嘿高级班咧上课时阵，好无？哦，你感觉讲哦，安尼有点小压力。安尼班级上好，随时回应，随时对话。来，咱理解一下，好无？我为北高南，咱大家你会当小额头看一下吼。来，咱为宜兰州来的，东兴亚秋姐，宜兰啊，这次宜兰没有吼，好，不要紧。那么再來就台北州为咱台北来的，好，就近吼，好，谢谢哈。来，刚刚欢迎一下来。鼓掌哇！你若较袂爱困啦，手部运动一下哈，较袂爱困。来，台北对不对？过来加告队，新竹，来欢迎一下哈。好，恁个小看者，有啥物好恁看？恁安怎？恁这种叫做哪？叫做港体就对啊啦，港体啦，好。恁今日伫遮，恁哪家己交朋友？伫遮吼，啥物也袂得到有无？日时每张记起来有无？搁要紧啥呐？交到一挂吼，大家同心的好朋友。另外呢，你的亲戚朋友在高雄，你住台北，爱别个人甲讲无？唔免，甲恁港台讲，会甲我小招呼者，吼，什么人帮我带去咱高雄州办公室？我嘛是高雄来的，我高雄州，吼，恁若是高雄有需要的，甲我讲，我足愿意甲带来去咱的高雄州的州本部，也是看要来阮红山郡。好，对一个群去看拢可以。来，这是交朋友，而且呢，恁来到这吼，
就在那，这个地方叫做是台湾民政府的中央办公厅。这边家你所上的课，你所接受的人诶，诶人啊，叫做高规格了，对吧？你家所看的都是一个，就是、说已经制定好的一个样本，就说、是、要照这样子走 SOP。这些人吼、哦、来的是怎安呢？所以呢，啊，初级班有无？大家吼、哦，拢个穿甲真水，真。我来讲，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的爸爸，我爸爸，伊已经伫遐介久啊嘛，伊是做标准的了，对吧？我来上初级班有无？我是穿安尼来呢，我穿这身裤来。我初级班的人讲，看到我讲，哎、欸，你是童星很久了吗？没有啊，我爸爸，我的爸爸就是足标准。既然你要打入来到民政府的大门入来，你要穿着伊制服，穿着伊制服呢？你看到甲人家植物背带的人有无？穿同款的有无？你无形当中，你的吼，你的你的背脊吼，都安尼挺，都挺的了，对吧？搞不清楚人以为我已经是有植物背带的人了，其实呢，我就是穿制服入来。所以呢，各位同心，要跟你建议啦，这种感觉真正无同款。你请同款安尼吼，来，我们台民政的制服吼非常简单，男生女生都一样，下面外套就是黑的，里面呢就是白，男生就是白衬衫，女性里面就是白色衣服。安尼穿差巧有无？其实吼，大家第一次穿看麦，迄感觉迄气势真正完全无同款的对啊。所以呢，接下来如果在上高级班的时候啊。我还建议您打给我吧，最后给他请出来啊！真的，那感觉真的不一样。跟大家一体，在行动上，在服装上，就先跟大家取得一同的这种共识，这种感觉真的是，就是一个团队，那些政府单位，哈、哦，用这样开始我们的行动，用这样的行动，我们攻击行动可能较严苛啦，较严格啦。不过这种标准，我安尼甲行起来时阵，干妈讲真好，不会哈、哦，袂红干妈讲，我们是叫做乌合之众，一种感觉，好、哦，甲大家来分享。好来，所以呢，我们台民政府哈、哦、这个 logo， 那么来，各位为怎开始上课？那应该弄有一个最起码最基本的一个了解，咱台湾。敢是一个国家，唔是吼？无啦，英国我直直看嘛，无人敢嘛唔敢印啦，会感觉怪怪，印了怪怪的对啊。我甲你讲，真真正正有无？世界除了台湾本这块土地以外，国外的人有无？实在是真真正正就了解到咱台湾这块土地的历史的地位，迄独独是咱台湾唔知影，佮待了干哪呢？联合国，那你无迄个资格要讲讲联合国，你无咱的位了对啊，不具备资格啦。我们不是国家，联合国是要一个国家这个单位才能够进去嘛。台湾不是啊，台湾呢是隶属哪里？嘿，帅，嘿，这是 Q 你啊，哦，没有错。你去想过无？哎，有想过这个问题人举手？因为我也常想讲，为什么迄个报纸拢伫写伫差嘛，有无？我搞不清楚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伊嘛还干哪呢？心肝头一百回咧想讲，为什么台湾怎么这么悲情啊？其实咱是有咱的历史的个故事在的啦，哈。所以现在来到这边，我们就知道这个答案了。可是很奇怪哦，这个答案哈，有的人无法接受，无法接受，安娜。不了解历史，不懂法理的状况之下，啊，把人拢搁安那弹丸之地有无？文莱迄种所在，搁做国家，想让台湾2300万人，2300多万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会有这种迷失。所以呢，咱今嘛只要想这口无，行出咱这个大门口，你出去，朋友甲你问讲，哎、欸，某某某啊，啊，你去遐坐三天两夜，啊，你听到什么话回来？你若甲讲这个时阵有无？人家会给你开始，你开始要准备啊、哦！所以你现在开始听的东西有没有？你开始去想，我回去要怎面对，跟那些人说，今天你出去、哦、不是要建议说你去跟人强暴，你知道吗？不需要、哦、去跟他强辩，你只要跟他说、啊、我去理解，我去听不一样台湾的历史，
去真真正正理解到台湾的历史地位、国际地位。哎，你有真正袂晓讲好无？不要说，真正建议你莫讲。不管讲你要甲邀请去咱的州、咱的郡，互咱熟悉，会晓讲话，你会甲因讲。无你来出去吼，会被打枪。你的信心吼，唔是讲咱的法律无通，是讲咱较袂晓讲的时阵，出去容易被打枪吼。你的信心吼，就感觉讲，我来讲袂出来，有无？这个会打击哦。所以呢，我甲各位建议，我的例子就是安尼啦。我出去跟我朋友袂使晓讲的时阵，有无？我甲带去阮的州，还是带去阮的郡，有无？咱的郡守，吼，咱的同心，还是我爸爸。我邀请出来帮阮讲，而且呢，想是邀请到来遮家己听，所以呢，现在啊，赶快伫我的这个我这个登记的职务哈，是叫做中央内阁后生劳动省。那么那个后生劳动省里面呢，现在有差不多有三位我邀请进来的同心，搞讲一句话，伊讲吼，黄秀华，我感谢你。我真真正正吼，无予人骗到死就对啊！我袂讲家己去甲因讲，我邀请你来家己听，因为伊听听规套的物件，毋是咱片面，讲一段一段，安尼互听有无？听袂完全，而且他会跟你，你一堆一概讲，也跟你变了，会跟你变。可是来到这边的话，你是听，一直接受，而且你开始说啊、哦，原来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啦。开始你会一遍搁一遍，一堂课一堂课，一直吼去捧这个你英国所听到遐资料，啊，原来是安尼哦。所以呢，伊可想了甲我讲，伊真感谢我。所以呢，我有当甲我安尼建议甲大家讲，咱若感觉讲搁无啥会晓讲，讲搁袂啥会通的时阵，有无？网络看，也是甲邀请会晓讲的人来甲讲，安尼人较会了解甲较完全就对啊。吼、哦，咱讲片面讲的时阵，真的吼会开始较差去啦，咪去打击着咱家己。吼、哦，后来，人如果在不知自己的祖籍，一直被瞒骗，会不会觉得悲伤？一想是安尼嘛，对不对？啊，家己的迄、那个我们自己的这一种身世啊，吼、哦，那个点无理解的时阵，有一天有这个机会，吼、哦，要让你知道的时候，啊，是讲的真正好你知啊，有时候很难一下子接受。是不是安尼？我们台湾人这边的立场就是这个样子。来，各位，我很好奇一点哈，因为我英国所问的跟今嘛所问的答案哈，都有很大的差距。来，各位，咱今仔日初级班的东西，赶紧请教者。来这上课进前，已经申请到，已经去申请咱台湾民主会身份证举手。好，不简单，好，谢谢。表示呢，表示恁这些朋友啊，恁这些同心嘛，已经吼、哦、人甲恁讲解过啊，甚至有诶吼、哦，就是讲会当认同啊，去申请啊。我家己厝内底人，大家我爸爸甲我介绍嘛，大家大官哇，先生两个孩子，总共六个，六张身份证已经签到手啊。所以呢，阿伯申请着咱台湾民进户身份证诶，这些同心好朋友。恁真正会当哈，伫中央办公厅，恁较无时间上班，回到郡，回到州，哈、哦，真正的哈、哦，花点时间了解，甲咱的身份证会当去做一个申请。今麦要摕到咱的身份证哈，英国叫做等三个月啦，今麦是毋等三个月摕到，我唔知哦，为虾米呢？因为啊，太侪人咧申请啊，最近报纸报到安尼哈。很多正面的，有很多负面的啊！负面报道也是报道，你知道吗？开始人好起来呢，好起来时阵去到阮的州，去到阮的郡的时阵，好无？了解了呢，身份证就签落啊。所以最近咧签着咱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非常多啊。咱的身份证拢送去美国咧办呢。我们是晶片身份证，晶片卡的身份证。所以这张身份证，当我家己摕到时阵，我嘛足感动，那是一种希望啊。一种期待啊，而且呢，走到这来又怎样？一定是真的，一定是真的。所以不申请好朋友，同心来当吼，好好来思考一下。那你走到这啊，我刚刚按到是不是？跑到这么远后面来了。来，
那所以呢，咱若有去申请过咱台湾民进会身份证，你一定就是已经有去申请到咱自己的户口名簿嘛，对不对？那户口名簿呢，这个里面像我自己本身，好，我阿公阿嬷就是日治时代出生呢，所以我就可以申请到注记 TW 台湾 TW 的身份注记，安内一张身份证，好。哎，咱们秘书长也有讲啊，咱若是讲在日治时代有无的这个阿公阿嬷，也是咱的迄种较少年辈吼，看到咱的曾祖父、曾祖母有无？他们的出生的这个就是大正、哈、明治、哈这样子的这个日本的这一个年号的这个户籍誊本。我是到那个各地区的户政事务所，哈，你卖招去地震呢？多开谢谢我能搞到中招去地震事务所。我讲你老清吾啊，户政事务所好不好？哈、哦，哎、欸，那有的年轻人真的不知道呢，哈、哦，哈、哦，这个家己去追踪自己的根源了，对啊啦。咱知影家己爸爸妈妈，不过你真正知影你家己的根吗？你真正阿公阿嬷，咱的血缘，哈、哦，咱的真正这个身份，哈、哦、的来源。好，咱刚刚真正有了解呢。来，就是要来看维基百科在伫网络，哈，搜寻个台湾的注记。咱你冇看到一张这宝贵的那个照片呐、啊？叫什么会？那个台湾有没有？居然长得那个样子啊，只有一半边那样子的。我没有来到台湾民政府，我没有看过那种地图啦、啊，没有看过。到台民政府才知道说啊，那这个台湾好不好？这真真正正的历史，那才叫真的历史啊！那我想真正不知道，弄叫我看，都是掩埋、掩盖的片面的资料。好来，好这个资料，网络拢找有哦，你去看，网络拢找有哦，来你看哦。这个它总共有几个时期？哈、哦，那么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1937年推行什么皇民化运动？还有呢，改姓日本的这个哈、哦、姓氏，实施呢征兵制。来，各位，皇民化参政权代表什么会？你刚才，帅哥 ，Q 你，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对，真真正正，把咱当作是日本新民臣民的一份子了，对啊。才会做这些动作，好。我的阿公啊，这嘴是大有无？其实做怀念的哈，日本统治时代。因讲哈，其实放落去做嘴资料，我无就直接放互恁看。那台湾在日本的统治的时期有没有？还有水库、铁路，很多的建筑物吧，拢建设到非常之好。迄日本虽然讲住袂歹呢，奇怪吼、哦，是毋是种感觉？有安尼讲过无？因为它的防水啊，迄土水拢做甲咱足坚，拢防水种代志拢做甲盖好了，对啊，叫做真真正正来做代志。好、哦，所以说日本统治时代足侪人怀念。那可是为什么到后来时阵，有的人会常仇日？那也是因为一些历史的变化、历史演变的过程，把一些哈、哦、本来不属于跟我们历史没有相关的，什么南京大屠杀这些东西，这主流不？其实因安尼下过来，跟咱眼看看这会，迄跟咱有关系？讲坦白嘞，无关系。迄叫做哈、哦、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把你眼睛里边了，对啊。我来到台湾民政府才知道说我们到底去吸收了多少根本不用我们去跟他理解的事情。那么呢就是这样、哦、被就是这样子被强压的把这个资料丢给我们。来这个资料、哦、我昨天如果没有去上到长我老婆跟大家好共同来参加到秘书长的这个课程、哦、我们怎样说、哦、他已经跟大家讲这么清楚了。来台湾那叫做光复节吗？不是啦，哈，不对，对不对？不是光复节，叫做什么？叫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区选在台湾这个土地呢，举行什么受降典礼？哇，安内总控，咱这个土地，咱这个台湾的所在，多好，好
这个让太平洋战区在这边的这个就是举行受降典礼，吼，那今嘛刘海平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这批文章做了真大哦，做了非常大。这个问题好不好？也是我真侪朋友哈，一个关卡卡伫遮，啊，洪秀华你真头壳歹去，啊，日本啊早就投降啊，早就都放弃了，你今嘛是搁咧讲啥？讲什么？这个土地是日本的？哦，能够要精准的啊、哦！这个土地什么人诶？日本天皇第二，不是个日本的哦。好、哦，所以咱今仔一只，咱来甲一寡资讯，看起来头壳来。你刚刚在讲问的时阵，好不好？我们很精准跟他讲说，咱所修掉的这些个理念，这些个法理啊，是很精准的，不是含理合理诶。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好，那么在台湾这块土地呢，举行这样的一个受降典礼，并不是所谓的光复不光复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呢，这些个资料网络拢看有啊，足侪台湾人宁愿放弃这些真相，就敏感看袂落去啊，看不下去。为什么？因为看一直收来收听到这些资料吼，对袂做伙啦。因无讲到歹听，无迄种没有那种资质吼，去理解到安尼的历史就对啊。这些少年家，你们来上什么？那天我一个78年次的来上课，他来跟我讲这三天两夜，耶呐，来上历史课对啊啦，真正把历史课吼从头再读一遍，台湾历史再读一遍，大家用安尼的精神吼，去理解到咱的法律，理解到咱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咱的历史地位哈。会看到较趣味，会感觉较趣味哦，哈！来，台湾什么时候割让给日本了？好，昨天也有提到喽，在马关条约的时候，割让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好，下个就清澈，对不对？那个时候叫做什么？台湾割让或以为割让，在马关条约的时候就已经割让出去，这样足了，不是我拍，是网络足了，好，来。马关条约割让出去的时候，李鸿章借人，好，我听过清朝的大臣，还以什么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哦，跟咱的感情切做你的就对了。啊，既然安尼，咱真正盖就是无关系。当初是台湾是李鸿章用安尼的言语来赶挂出去了，对啊，割让给日本。那日本是怎么样来统治来？好好经营台湾这块土地，刚刚大家看到了，这块土地安那经营，对咱这的人是安那的用心，把咱真真正正当作是伊的心民来看，好、哦，来，各位来看到美国国务院跟中共的周恩来解密条约，公安啊，他说哈、哦，要求这个美国总统啊、哦，这个承诺哈、啊，结束占领台湾岛的时候。承诺结束占领的时候，哈，不会允许日本光复失地。中国有无？他要美国去承诺这样的一个事情呐、啊，也怎么样？也希望呢，美国哈阻止台湾、日本哈共荣邦联产生。有什么变呢？这个是因真真正正到理解到，讲咱台湾这块土地的历史、的国际地位，一开始安尼哈密约。解密文件，他不要，而且呢，希望美国不再公开台湾地位未定论。所以呢，咱真真正正，咱台湾呢，咱的土地，哈、哦，我们的国际地位是未定啊，是未定。好、哦，所以呢，这个以前哈、哦，我国中高中的时阵在听什么，中华台北，有无？我嘛根本搞不清楚，到现在呢。我完全很清楚为什么中华台北有些被安尼讲啊，好、哦，那各位，你今嘛对中华台北这种的用词，会当理解吗？能够理解吗？还不能理解的话，哈，下面那堂课徐格林老师的课，好好跟他上。来，1950年，联合国安理会，好、哦，美国武装入侵台湾，联合国通过美军合法占领台湾，台湾不属于中国。这个是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好，这个
这个资料。就这种资料哈，咱若无来到人民政府无，咱袂去认真去甲看，咱打问号伫咱头壳内底尔，完全不能够去理解。所以呢，我们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所以我们不能，也无法去争取要加入联合国。好、哦，多少公平正义？没有亲眼看到的事情，不代表没有发生。甚至呢，你亲眼看到的事情呢、哦，都不见得是真的，对不对？而且呢，通常都看到的时候都太晚了，一切发生都已经，咱知影时都已经太晚。所以呢，有时阵哈。这个我们台湾这块土地哈，想想嘛，做悲情的就对啊。不过呢，再换个方向想，因为呢，俺台湾就是因为经过了这么多苦难，咱今仔日有这个机会行到这，来建立，来行一条跟英国人无同款的一条路。这个是我们现在哈，咱这段的人来讲哈，咱这世人上大的宿命就对啊。我一个家庭主妇，哦，我嘛不是家庭主妇啦，我是一个职业上班妇女。我的囡仔，好、哦、啊，我的哥哥，佮大我，我哥哥唔敢结婚，啊，我公公有无？好、哦，人娶了嫁，生囝。不过呢，我真真正正的烦恼，为甚物我爸爸甲我讲了，我礼拜听了后，我会当专心来投入着台湾民政府。我相信哈，这是咱现场做最时代，也是我们很多年轻人你们的期待。我们台湾啊，真的走到一个非要改变不可的时候了啦！我真正烦恼，因为我的头家有无要搞派去中国？伊讲哈，市场伫咧中国，我讲我的家庭要安怎，我的囡仔要安怎？咱台湾的人，曾几何时？爱去到中国，爱去到中国遐上班，去做台劳。英国的台籍干部有无做好过？即马无啊哈。现在没有了，不要好的光景啊。阁有偌济我的同事，我介绍出去的这些同事，去到越南，去到菲律宾咧食头路。咱台湾的人，咱这少年家，恁的未来伫底？我想着我的囡仔未来伫底。我会烦恼，我若想到这代志，我若讲我无法度讲真正为着台湾来做一寡代志，把这种视角来甲变化过来，有无？真真正正，咱这是谁？咱这囡仔，咱的后代啊，要安怎？各位，你敢有感受到台湾真正已经行到爱改变的这个时机啊？敢不是吗？好、哦，所以呢，就是因为安尼，太侪吼，咱所去接受到这资料，有无？是真实的吗？是真正有发生过，真正有意义，而且是正确的吗？我来到这完全颠覆，买当真真正来了解讲，哇，原来咱台湾的人，一方面悲情，一方面呢，咱的希望出现了，咱会当真真正来了解，咱家己会当做什么代志？好、哦，被片面施行的教育洗脑，咱这资料。今仔日为昨暗开始到明仔，今日肯定肯定要所看到这资料，拢非常非常的珍贵了，对吧？那不过呢，真正足侪人，我的朋友有会听过，甲我讲啊，黄秀华，那安尼不啦？我讲那不啥，伊讲啊，大家的关系关系就好啊，哈？是关系关系就好吗？大家恁敢有听过温水煮青蛙？大家，咱的生活痛苦指数阁无够悬吗？咱的薪水，咱要做生意，迄真正咱的机会非常之少啊！咱真正活了够辛苦的，敢毋是安尼？毋过呢，各位恁敢知？咱台湾有无？咱台湾的资源呐，我们台湾这边的人的生活水准、生活品质，其实毋免再辛苦的了，对吧？真正是叫做中华民国的王政府，无好好啊，甲咱经营，无好好啊对待咱，无真正甲咱的教育用的好。
孩子的未来，国家的未来，在孩子的教育。咱的教育分布到变安怎？一改再改。我的囡仔读高中，读高中三年，唔知改几改啊？改到拢昏去啊！搞不清楚他在搞什么东西。他没有长远的规划。好，我们没有在批评他了，只是觉得很失落、很失望，总是这样子，很漫不经意的，伊咧清切节清切起来，乌白母，无孤等的这个做法，对咱台湾来讲，实在你来看人美国、英国，迄教育教定安尼变的，无安尼啦。所以呢，咱台湾民进化白要行什么咯？脱亚入欧，必须你讲安那，讲吼，当咱台湾民进府执政了。会派掉咱家高级的这个我们的精英分子去到欧美去学习，把咱好的物件呢学回来，大家当理解嘛，能够接受一个叫做怎么样？所有好的物件，好的这段吼，为 copy 开始，为学习开始，咱好的这个制度，咱英国、美国好的制度，咱已经实施了很呐，真百年啊，咱咧进行了咧真顺，咱免计较了对啊，哦。秘书长说：“派人出去学习，回来好好用，安尼就好啊，不用标新立异啦。你们大家拢读高中就好，有无？拢想讲家己想的拢较好，啊，教养较好。那当时刻，不是讲去恶人落歹啦。好，所以这个观念吼，我们可以好好拿起来做一个思考。所以呢，因为习惯啦，无想要改变，啊，总共安尼现况就是对的，但是安尼敢对？”所以呢，恁若出去的时候，你会拄到恁的朋友有无？会甲恁讲啊，卖啦，卖安尼啦，安尼就好啊啦。你甲想看卖讲，会遐讲安尼的人吼，大部分可能是既得利益者，因惊讲因被剥夺，因无遐大爱啊。全台湾吼，这个生活痛苦指数吼，这个8020法则啦，20%这个人吼，你干嘛喝鬼啦？80%都痛苦。那么呢，我们太多的既得利益者，我怕说他们的这个既得利益被剥夺，还是说就习惯了，所以你遇到可能是这样的状况。那这样的时候呢，你先别怕怕，先别怕这怕就对了。总是有一天时间到了，时机到了，他们就要当理解到说咱台湾要走一条什么路。来，各位，这个资料赶快网络，你去看美国 CIA 解密档案《台湾真相1到5集》，这块片啊，你去网络去找，我们这少年家把这拢金起来。这个片子呢，1到5集全部看到完，40几分钟。回去呢，我会建议哈，去甲看。虽然呢，伊是英语发音，不过呢，它有中文字幕，好，中文字幕。咱吼头前几分钟，互恁小看一下就知影。即个资料足多呢，就是跟台民政府的论述有相当的关联。好，麻烦我们同心帮我们播放，谢谢。Many professors, researchers, think tank scholars, academics, and even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confused about the subject of China. Some people who profess to have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is entire matter are quite vehement in claiming that there are two Chinas. We are forced to ask, why does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insist on saying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Let's go back to the year of 2004, 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 200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 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 Taiwan Retroc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ague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the military. 来，好，写得很清楚了，只是军事占领的开始，不是说台湾哈这个地方就是属于中华民国政府的，不是这样。好，那昨天那个秘书长呢也讲得非常清楚了，不是底下坐这久的人。就说这块土地是他们的，国民党住了久的人，国民党是他们的吗？跟我拗完的。那不过呢，我们台湾人做好官，他们说什么，我们都是什么。所以呢，我来到跟民进户有没有，我看很多，那个秘书长他用一些很简单的这个例子，在给我们，在给我们说明的时候有没有，说哦，狗跟狗生的是狗，猫跟猫生的是猫，结果呢，我们台湾人跟台湾人生变成中华民国。这种道理有没有？我听听吼，讲啊，就对啊，奇怪，咱拢戆戆哦，做戆洗脑了，对啊。啊，人讲啥就是啥，吼。所以呢，咱是无去从讲解着讲真真正正，咱的历史，咱的地位，咱大家接受着讲，这个台湾光复。啊，不过呢，咱就无去从讲解着讲，咱所理解的是太平洋战区叠加。吼、哦，举行受降典礼，台湾呢叫做军事占领，是由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吼、哦、来这边代为管理。啊，管理袂好，那一个总经理做无好，管无好，袂当甲 fire 吗？袂当换吗？咱这个人民袂当讲啊，你管了无好，你经营了无好，一直安尼了钱，对不对？安尼对老水三回安尼，安尼做红太来了，安尼水老安尼。你做到这歹，我要给你这总给你换掉，你无咧用心嘛？咱袂动吗？台湾袂动吗？会动啊！不过呢，要紧是安那，咱来团结嘛，咱来甲美国讲啊，讲你这个总给你派了无好啦。阮家吼，家己有组织一批人，阮更加有心的，对不对？派方家己来管，阮做这土地，阮就要用心，阮想要好好来经营，行出一条阮家己同款无同款的路，安尼。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希望。不过英国拢无人知，拢无人知啊！总讲吼，台湾民国这个流亡政府惯的观音万的啊，因做恶玩啊，因所有的动作就是安尼做，很蛮横啊，叫咱做兵、浇水、算计，安那唔对的代志，安那叫安那，伊就安那做，安那拗。嘛是来到之后，才知影讲，原来这代志咱拢袂做起，唔免做啦。啊、开整齐去要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些军事武装的这些个武器吗？根本唔免呐，咱的钱吼，咱开伫更较有路用的所在。结果呢，花在白花花的银子，摕去商人用，为着要巩固伊家己的利益，巩固他自己的这个好、哦、管理权。安尼哪会对？无真真正正为着咱这块土地的人民好好来经营。所以呢，真正吼，咱好好过来思考，过来探讨，是毋是应该搁予搁较济人来了解安尼事实的真相？好、哦，来，那个台生，请帮我往下一下，为什么他不能动？
来，哦，不太能动哈、哦，我来喝，来，各位，国防部啊下令涂掉战机的，跟着国徽吗？来，各位，来，穿黑色帅哥，那个是国徽吗？啊，战机上的那个这样子，那个算是国徽吗？那个是什么？哎、欸，对。啊，不过呢，咱太祖都红着，拢讲到叫做国徽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因为一向伊的教育是安尼，引发这个国军基层的反弹。国军为谁而战？伊唔知讲吼，你根本不用战呐、啊，那根本也不是国徽不国徽啊。中华民国流亡政，中华民国啊，他早在南京沦陷的时候，这个国家他这一个组织就已经灭亡了，所以那根本不称之为国徽啊，也根本不用战。按国人家的国军，人家的囡仔就被教育要服从嘛，去做兵的是要乖乖听话嘛，就这样，你给他塑造成是一种精神指标啊，你国徽不见了，我这样子。他整个这个意识形态，整个这个价值观，好不好？一下子崩毁掉。所以，咱真真正正爱敢讲，唔免惊啦，唔免惊，因为这教育很多资讯啊，重新的去接受，不用怕。好来，这个、部分要跟大家来讲，来大家轻松一点。我想请教现场各位哈。那很丢家，从去是从今年才接触到民政府的，请举手。2015年，今年才接受到的，才接触到的。哎、欸，大部分那没有举手的是去年就接触到了吗？来，去年就接触到了。你什么时候？去年哈 ，OK。来，你啊，前年你今晚那个底家，你家里不请这好吗？哦，好好好啊，所以你已经有职务背带是不是？你家不请这号是不是？因为你准领来的时阵应该过五关了吧？啊，你该过来重新再来上初级班了、哦。哎呦，刚配的，敢配敢配哦！安尼对呢，三年前那那个接触到啊，之前来上过初级班，现在再来吗？哦，是近景听过，今麦过来上课了，对吧？安尼你跟我，安尼你跟我有变啦哈？我是听啊，听了三年以后，他过来了。我是哎、欸，我跟爸爸讲三年够爹，他跟我讲安尼。所以呢，没有大家看一寡哈，台湾民进会做什么代志？在为台湾做一寡什么代志？来，各位知影到咱古年的时阵九月份啊，有办了这个演讲音乐会的举手，有知道这个样的一个活动？不知道哈，来，这个高雄州演讲音乐会这个部分哈，真正是我进来民政府看到第一个很盛大的活动。我现在我所拿到的资料啦，这是我自己收集来的时候，这是高雄的部分。在台北的时候，怕死人，来的组专台湾，都请这号戴帽子，鱼贯而入进入那个会场。嘿，台北你敢知道叫做哪？台北我叫做中国城了，对吧？很难打进去的。结果呢，这个活动在台北办的时候，有没有？我的同事吗？大家有没有？坐游览车了，排队请坐好，啊，咱足真济哦，迄队伍咱排到足真济，行入去迄个咱的音乐会场的时阵吼，迄台北迄边遐人惊着，讲哎呦，这是什么单位啊？迄叫做纪律会讲很多人了，对吧？咱的东心出去有无？咱的纪律，看各位互恁看一寡资料，咱拢是请安尼坐好出去，井然有序。安尼团体人会感觉讲，会伫边讲，哎呦，这是什么团体？会去关注，会去甲注意了，对吧？好、哦，台北啊，这是高雄呢。你来看这是什么场面？来，满满是的人。家呢，这些通通都是我们的，这个已经是穿制服的，我们这些同心，这些都是新朋友比较多。好、哦，这个控美妆案、控美案的时候，音乐会。来，各位，2014年我们的迎新会。2015啦，哎呀，这个我一直忘记改。2015年的迎新会，今年迎新会我来参加人家手。为什么现在来上课？是不是前天现在才想到吗？
现在才有空。好，对，没有错。来，我们的迎新会，今年迎新会非常特别，是呢，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游会的方式。一月一号会刚，您今晚所看到我看下，底万万都行行最好。那天维安非常的严格，你有来你知道吗？哈，那一天对，那天我们做了什么事你知道吗？好来，好那天非常的欢乐，元旦嘛，来有个新年的公告，2015年新春公告，这份公告你有没有拿到？来上过课没有拿到是不是？来，我跟你讲，是不是我现在在讲我这份资料？你哪有兴趣？那搞我特惠给您就是安尼，因为这份纸本的资料哈，我唔知啊，咱的办公厅个有无？咱中央办公厅个无？我唔知呀。但是这份内底写得非常的清楚，台民政府咱根据着什么法律？哈，咱未来要做什么代志？在这份文告上写得清清楚楚，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立场。这张写得非常清楚，那是咱的新朋友想要了解，看这张都非常的理解啊。这是我们的新春文告，好，大家看一下。来，那一天我们全部所有过五关的人，全部都要宣誓。来宣誓的时候，大家有看过不？这个我们的这个像美国总统他们要宣誓的，要就职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手一手要在圣经一手这样子呢？对谁宣誓？对他的上帝。对天也对自己发誓啊，对不对？来，这个是我们那天的誓言。我的名字是黄秀华，是台湾民政府高雄州的学员，被分派职务为中央内阁厚生劳动省，于事已至诚，恪遵台湾民政府法令，以清廉、公正、忠诚及行政中立致辞，关怀大众，勇于认识，充实专业知识及技能。维新改革，心力除弊，为百姓设想，效忠台湾，提升台湾民政府的执政效能，为台湾谋求最大福祉。警示立誓人黄秀华，2015年1月1号。今天我自己再宣誓一次，我就是用安尼的心态来对着咱台湾民政府，用安尼的目标。所以呢，我不管港口，不管是要推掉咱的账务。看到个背后，恁看，拄着钱的代志，一定要做定金。台湾民政府，咱国州、国军是有咧做效务的啊，钱是乌白来的。恁敢知影秘书长常讲一句话：以后台湾要不要监狱？不要。鞭刑有无？较痛苦。来，知道鞭刑的举手。知道哈？没看过那个片子吧？开跳，今仔日老师放互恁看，迄种片我看袂落，我看一遍我就足惊，我惊到要死，我一直甲家己讲吼，陈秘那个秘书长定讲一句话，讲安那，伊讲吼足惊吼，这鞭刑啊，用伫台湾民政府的官员身上，他很怕第一个啊，就是处理在我们这些民政府的这些官员身上，因为安那无势力啊，因为吼伫个。台湾美国流氓政府这种的体制之下，无钱额，也是一挂观念方面啦，官说这种代志有无？咱若无较细腻，真正甲因挂开去学，真正该做的代志有无？迄真正吼，较无细腻，真正变成第一个。所以呢，用安尼的精神导入到咱台湾民政府。所有哈，不管是干渴还是推动哈，校博这个整个的事务上，来，这个我们电脑同心台胜这个的话，秘书长他是不是上课都会放啊？他是明天都会放，他明天第一堂课都会放，对不对？因为之前我排在秘书长的之后上课，因为呢，这个片子哈，明仔来您就明天让理事长帮你们上这一段好了。这个好的，喜丹秘书长夫人，我们林子安女士哈，在今年3月12号在美国国家记者会的演讲内容。这包括明仔的时阵哈，好必须就好能赶紧看。这个原本是可以播放，但是现在不要时间，就是不要看好了，没关系。没好您了解哈，没赶紧讲这个故事就对啊。花絮啊。这个花絮是夫人自己跟我分享的，我也把这个花絮跟大家来分享。来，各位，台湾民政府今嘛是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团体？您刚才安娜的团体，我们啊叫做志工团体啦，志工团体，我们啊也是革命团体了，第二啦，我们革命哈不用枪，不用流血。秘书长公啊，和平稳定，无缝接轨。好，所以呢，咱今嘛咱只同心好朋友，你若出去哈，你跟人分享到咱台湾民进的时阵，好不好？我麻烦你，卖跟人强辩呐，卖跟人硬争，为什么呢？因为对咱那无好处。咱若讲用硬心争，有无哈？咱对咱影响第一点袂好啦。第二点哈，因为因都是无法度理解，开跟你辩，所以呢，咱这个团体用法律，咱来真真正正去理解着咱的法律，用法律跟因讲，摕所有的资料来给因看，唔免跟因强辩，卖咧争个硬死的话，安尼无必要。咱本身台湾有无好好来个研究？您敢知影？即马上课的东，就这个东西有无？你敢知影？办公厅五楼咧进行一个什么考试？您敢知？郡守考试。那个哈是我们台湾民政府应该算是就是公务人员资格的考试的对吧？所有你那边科企的人，请最后戴帽子，服装整齐才能够上去考试。大概是迄本身台湾人是读家呢，滚瓜烂熟去你读，去你科企。所以呢，各位同学，你卖讲恁初级班，我最喜欢跟初级班上课是为什么？何你也当理解着讲哈。台民政府咱家的人哦，咧做一挂啥物代志，是真真正正咧做。这个人咧考试，咱大家拢唔是戆的呢。为什么要甲恁讲这個？你会当你支持恁家己讲啊？原来我行这条路是哇，一个人真正都行过啊。不过呢，某一点要甲大家来共同来勉励、甲注意的。秘书长讲吼，今嘛这个时机，今嘛这个时间。是上要紧的一个时机了，对啊。你若知影一个代志吼，若进行到一个停，进行到一个上要紧的关头的时阵，好无？足侪足侪谣言，足侪这个吼心理啊，是足侪人那种讲话吼，开始会变化，会变化。啊那，唔是讲东西唔好，只是讲因有一寡研究，有无？开始去想讲啊，我所讲的话要让听到，所以有些话哈，你爱去分辨。我甲大家来给恁建议，去来给恁提醒就对啊。在咱台湾民进户，我们哈没有私设平台，他会甲大家清搞鬼嘛。你那有用迄赖呀，对不对？你若过高官，来给大家清搞，来甲台湾民进户，人甲恁讲，来让来做公安人下手。有啊，我跟您讲，今仔日啦，那在台湾民政府，你过了五关，不过呢，专讯无要来，哈，你的酒军所办的餐会扫街，你一路都无甲参加，你有投入吗？即马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一个公务人员要考，几万的出几个，大家拢知影。咱即马为什么？秘书长讲，咱家的先行者，要还较好的福利，为虾米？因为咱就是一个太侪人未当理解的东西，咱会当讲突破，加这种的人这种思维，咱来接受，而且来宣传，来宣传法律，甲大家安尼面乱讲，用心甲因讲，迄就是咱惊个人无共款的咯。所以咱台前4000名的先行者，秘书长快甲人讲，咱有足好的福利。不过最要紧的，要甲恁讲，咱出去讲讲的话吼，卖放大啦，莫卖讲讲白贼，今日讲骗你白有无？人家若发现讲你讲的是骗人的，伊就出去啊，出去讲所讲的话，对咱台湾民政府诶杀伤力就足大呀。所以呢，要甲大家共同咱来吼确认几件事情就对啊，确认啥物货？唔是今日甲台湾民政府过了五关，就一定有瓜子。看你要投入多少，来各位，来跟咱台湾民政府上课交钱。有人跟我讲，我当卖食、卖困、卖交钱无？
迄叫一个心态的问题啊。任何一个组织的进行哈，一定都要金钱上的支持。我们各位个来报告，台湾政府所有的金钱绝对无接受到外靠财团的支援，一律都是咱东兴家己支持出来的。这块土地是由老板提供出来的，价大唔免钱吗？免人处理吗？得免钱吗？咱提供咱缴的钱是住宿费。那不过呢，那有的人吼，那个态度进来，我要跟大家讲，可能这个比较严肃。不过刚刚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的问题，心态的问题，叫做使用者付费啦。你刚才我们中央内阁啊，翁琼要求哦，一个月要到全台湾不同的州，至少要去一州，去一州的州办公室去做啥？去值班。我们去值班呢，交通费家己来，吃饮水、吃饭拢家己来，袂当受到招待。这是秘书长对阮的要求，对所有台民政府这些官员、有职务背带人的要求。因为安那，是因为这些官员，你若让招待惯习了，就真容易出代志，对不对？今仔日亲朋好友、你的同、你的部属，知影讲，哎，这个大哥爱食薰。哦，佮安那较好个分嘛，想办甲你变来。人工做官，你做较大个时阵，袂出代志吗？所以呢，我定讲做官吼，咱即马开始要学做官，有即个机会真正要入来个时，会当入来个时阵，而且对着民政府个脚步，一步一步行个时阵，你真正要做即个官，真正要为台湾做代志个时阵，心态一定爱对。而且做爱做理解一条代志，咱身躯边足侪人话讲来讲去有无？咱来分辨，来分辨。咱的法律若袂清楚吼，就足紧互洗去。咱这个团体是革命团体，咱来非常非常的洗你就对啊。为什么要甲大家安尼讲？或许你感觉讲，为什么这段讲啊这严肃？因为啊，我来讲吼，如到时机到的时阵吼，迄谣言乱天飞啊！你若当去，你若讲，你若法律无讲解理解，恁做这组织无了解的时阵有无？人凊彩甲恁讲一下有无？嘿，恁就对人去啊！你若惊死甲插去啊！恁就无采这个机会去啊！所以为什么一再伫只甲大家来宣传这条代志？尤其过了五关。有职务被带了，那每一个人拢有咱的这就是加入的这个职务的族群。呵，我是中央内阁，就是加入中央内阁的族群。不要私设平台，主人卖我白团。今天呢，恁家的同心和朋友来到家，交朋友，哈，可以。唔过呢，有关着法律的物件，若无够理解的状况之下，唔通乌白团，因为内底有非常非常多的陷阱啊。是恁无理解的，哇塞！恁敢知影？台民政府当时开始就已经开始在做训练啦，收分过唔那四千个啊。不过呢，太侪人伫在中间溜失去，安那脑袋不清楚，听人讲利诱，就惊唔着落去啊。今日会当伫在坚持的人，咱拢是有福气的人，会当真真正正有台湾来做代志的人。咱是真正一顿有福气的人，好，所以讲要行这条路无简单，要甲大家咱共同来勉励，共同来甲设立，行这条上关键的这几个月，真的，你们我听咧讲吼，讲时间到啊，时间到，迄是真正时间到啊，唔是讲像迄两三年、三四年，近几年讲时间到啊，真的是时间好，时机到了，哎，我又跳到这边来了，好，所以呢。这演讲会，迎新哈，文告誓词，来，我刚才刚个故事讲刚好，说转这个讲到旁边去了。来，秘书长夫人呢、啊，还有分享 ，Kika Biko 是中午吧？开始要这个记者会的时候，来，赶快呢，让你这个我们的同心啊，大家都请制服，好、哦，就是很整齐的进到会场去。遐外国人哈、哦，真的看我们这个哈、哦、那个。亚洲面孔黄皮肤哈，我想人家看瀑布啊，你敢知？不过呢，东夫人甲讲一句话哈，伊全肃然起敬，甲讲安那，
讲吼，我们叫做志工团体呀、啊。来，各位，什么叫做志工？来，这位大哥，什么叫做志工？你觉得？按哪个定义？志工？无钱家己来啦，为着一个目的，为着一个目标，出钱出力花时间，为着一个目标要去甲完成，投入全心全意的甲投入，不求回报。哎、欸，咱真正，咱即下民进户人是安尼啊。头我甲恁报告诶，去值班来上课，各方面大家都就是使用者付费。我们不是志工是什么？为了一个目标，什么样的目标？为了让台湾更好，把台湾的立位正常化，我按那个目标来进行。秘书长胡林，当伊甲美国遐人讲，甲遐苏伟讲是志工的时阵，无？秘书长夫人讲吼，他马上感受到一个什么状况？你敢知？遐人吼开始先注目你了，对，拢全徛停停啊！哎、啊，问你，安尼迄个进到会场的那个记者会的会场吼的这一些个这个。人员啊，因外国人遐咧服务人员拢立正站好，行注目礼。然后呢，伊讲迄个苏怡安娜，伊讲伊非常骄傲啊，非常骄傲，讲今日有法度有这荣誉、这荣耀，去介绍着讲安尼一个志工的团体来介绍我们秘书长夫人上台。他用非常骄傲的这样的一个口吻、尊重的一个口吻来介绍到台湾民政府，介绍秘书长上、秘书长夫人上台。咱安尼个团体，咱安尼表现，因去到国外安尼表现，真真正正是替了咱台湾民政府做了非常非常大个贡献。真侪人安尼敢肯定啊，所以这个片子有没有？明天你们可以期待哈，可以再看一下，大概八分钟吧，所以明天可以看一下。来，华盛顿 DC， 好，咱现在控告嘛，对不对？2015年3月30日，送达中华民国外交部林永乐部长。结果呢？安娜上告位啊！这个、部长啊，这高水啊！我、哦、这什么物件？拆开看卖，看看讲，哎呦，那就是这种物件，包包还搁摕回去。哦，那不过呢？这个他说要在5月30日前提出答辩，不然就进行单方诉讼。来，甲各位报告，今嘛呢？这条呢？马英九啊，已经在5月28日已经回复啊。他说：“哈，一共叫做是政府的这个哈不予回应的掉啊啦，一抓个草草带过，一嘛刚刚不回应的掉啊，不也不敢说不处理啦。他有跟他回应了，但是他的回应跟没回应一样。按规矩回应啊，秘书长讲呐，表示讲这个案哈已经成立了掉啊，诉讼写的嘛，有来有往嘛，你物件收起啊，啊打包啊讲表示讲你无收到，啊你个不打紧啊好啊，不要紧啊。”但是5月28日的时候，确实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对着咱的对伊的控告，伊嘛做了回应啊，安尼表示讲这条案已经成立吧。所以呢，伊必须定伊的观察，应该是真紧真紧才判决落来啊。咱呢拭目以待哦，这个消息应该都紧来到位啊。来，各位，这个是不是咱台湾民政府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标，这个我们的那个徽章哈？那5月17日，那呢？秘书长夫人呢，再一次呢，哈、哦，就是说带队到日本哈、哦，在我们的日航饭店的时候呢，举行这个控美案的这样的一个酒会的说明。那呢，这样的一个报道哈、哦，这个是美国政府那边帮我们在网络上做的一个广告。结果呢，咱当然中华民国的王清湖无，看到讲哇，恁今嘛这个 logo 安尼加青影了对啊，紧的哦，较紧的来，今嘛你嘛占一个版面。这个画面、哦、看起来很讽刺啊，该做的不做啦，不该做的哈、哦，安尼哈都要口得了对啊。那在做什么代志？在做什么代志？对啊，什么台湾什么基金会，比叫人申请什么奖学金，去占一个版面的对啊啦。没有让我们台湾民政府专门一起，哎呀，我们杂工记得这种的广告，不是咱家己做的，那是美国政府去给咱做的公告了对啊。哦，这几种行为，来各位，咱今嘛呢？是台中的报道，哎，这篇有无？您礼拜上课，可能对我们中央的这个环境还没有很熟哈、哦。那个茶水间那边，咱几几百咖啡厅旁边那边有个公告栏，这篇有无？大底下，这篇“千人健走，走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再来，对我写个最清楚的，我们就算是平民政府，平民政府这篇的论述哈，嘛足适合着好新朋友来看。咱诶，这个我们成立在什么时候？然后呢，我们的这一个这个我们的法理的论述，我们是在做哪些事情？有没有？这篇写个最清楚，这篇是非常正面的报道。啊，过来呢，这篇。同款在那边，恁看哪，刚要看这篇有无？现场去遐看，这篇有看到人举手。好来，好，谢谢。这一篇，秘书长哈，我刚刚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我看这报纸，我吓一跳啊！我在朋友一开始看，一看到报纸，搞个黄秀华厉害啊你，你民进户恁看你出代志啊？我哪有出代志？出什么代志？不过我会惊你敢知？后来来转讯的时阵啊，秘书长佮讲，恁家拢空空啊，袂晓看报纸，我哈。什么叫做不要看报纸？哦，啊，经过秘书长来给人解释了，原来报纸是安尼看的啊，哈、哦。因为呢，咱台湾民进户今嘛，这个《苹果日报》一家给你写，干呢做正面，讲给你支持有无？伊是安那的报纸？唔过你来看这篇有无？真正写刚好巨细靡遗，上面拢有了对啊。哦，这是整个大这么大的版面是全版了对啊。来，我给他解。给他结构哈，这个第一部分，哈，免学费配房屋有无啊？哈，弄刚讲过哈，唔过呢，我要给大家报告，这种所有的团体、所有的组织在进行当中，咱拢有一个目标。唔过呢，咱卖好这种目标哈，给他迷失了对啊。当咱去执政的时阵，咱会当相信讲，咱台湾民进户。咱这官员会尽一切的力量，予咱台湾这块土地的生活人过得搁较好，会过得嘛搁较艰苦，幸福指数拉高。所以呢，叫做个免学费配房屋，那是我们一个期待。希望咱做到安尼，咱嘛相信做会到。唔过，那我们是用这来骗人来吓人，可以吗？那我就用个态度较会使。那我们是讲看到这较来的，那看到这较来吼，咱。咱心目中的使命感吼，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咱的感动先叫做，这是一个目标，是咱的政策，咱的目标。唔过卖甲这吼，动作是上要紧的问题，安尼可以吗？你若无安尼的这种精神、这种态度吼，你行来到遮，你讲讲啊，我去用骗去，无人甲咱骗，迄是一个目标。任何团体在进行过程当中，一定拢会做出一个调整。那当期待讲调整要搁较好。更加好啊，对不对？不是安尼念念嘛，所以哈，你看这民进改写那个“虎四万人”，秘书长讲这一波安尼改的下，没有用个反讽法，有无哈？人家没有办法去注意到这一篇报道了，对啊啦。好啊，我们的圆桌，您几礼拜报道那边遐，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圆桌。上课要交6000元，能够能谋职，是这样吗？咱大家好好来熟课，好，来，好。这一篇，你看他把我们上课的状况，好、哦，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来，让耿东来看一下《苹果日报》呢这篇报道显示了几个事实，让耿东来个学习一下，刚好。啊，那台湾民政府晶片身份证已有40000人了，信不信？真的很多人有我们的身份证了。啊，你敢知影？本来一张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偌侪钱？1000哈、哦，啊那补办嘞，我这我爸，这都是明定的，好、哦，所以呢，要给大家报告，这组织的进行过程当中，多头开始在办案身份证的时阵，有无？介绍来的人吼、哦，讲够一100块的行路工，哇，我那头壳疼。我们现在全部，全台湾6个州50个郡，你可以看麦。你看过走路工这种代志无？无啊！一世人办着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办一道尔，除非补办，不然就是1000块一次，办一张。我靠，有偌济呢？唔是咱这种晶片身份证哦，有300块诶，封个真金，嘛有100块诶，有哦，爱甲恁讲哦，好、哦。所以呢，那你若听着讲。哎、欸，啊！有甚物我听过有人吼办身份证办1100块，甲大家报告，迄叫做啥？有个人吼，啊去，去共斗三共讲去
办理这个户籍誊本，有无？还是代刻印章？我常跟咱同心讲，咱讲话要讲好清楚。办到咱台湾民众的身份证叫做一千块啦，你加迄一百块呢，是因为你代替人去申请到咱的户籍誊本的费用，甚至是代刻印章，你怎样分开讲？卖红干妈讲，我身份证有人签一千，签一千块，嘛人签一块，叫做不精准。这种的代志的代志吼，绝对袂当红怀疑。一百块，这种的怀疑一个问号，对咱就是一个杀伤力。所以要甲大家报告，台民政府办身份证，第一一千块，补办五百块，哈。啊，若是有个代签，另外费用多退少补，哈。啊，搁有无行路讲这种代志？没有了，英国或许有啦。为什么要讲鼓励人会当讲来申请到安尼一张身份证？不过起码，咱步入正轨啊，好，不会有这种事情。假做真代志，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有啥无共款？行路讲食饭便当五百块，迄种感觉，互带歹去，你知影？迄感觉足无好诶。啊，不过过程当中，咱嘛是愈改愈好，愈改会当讲愈制度化，安尼。好，所以呢，偌济人已经申请了，哈、哦，可能按门中央办公厅啦，那个办公厅，来，台民政府哈、哦，出入管制严格，恁今麦礼拜时阵是个便服礼拜呢，我今天你礼拜有无？我哪没有没有服装整齐，有没有背带没有背好，帽子没有戴好，不能进来的，好、哦，来，我们的车牌一样，是一个重视安全、负责任的组织，那我中央餐厅、哈、哦、中央厨房、咖啡厅运作。哦、我们的组织是运作是非常健全的。你看办公室遐，咱的电脑是甲美国直接相通的。哦，咱的这上课的资料，我们现在的这边的这个上课哈、哦，是直接就是录影现场直播的。来，宣告呢，台民政府最后的这个就是执政后的福利免学费配房屋，就是让我们台湾人受教育的经济障碍破除了，不要那么辛苦，实现住者有其屋。好、哦。实现好人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资金的这个需求啊，把这个障碍给拿掉就对了。以后都期待，也预计这么做，由台民政府帮人民来解决，这是咱的期待。而且咱真正有机会，某些资格，有些条件做会到，那是咱唔知。你好比讲你王金富无做，无代表着咱台湾。无这条件，嘛无代表着各种台湾民众有袂当做这代志，是会当做，只是要安怎做，有心要做无？有真正把这资源用伫咱遮个人的身上无？真正是安尼，哈、哦，让咱的人民会当无负担去实现着咱人生的梦想，让台湾人活得更有尊严。哦，我感觉讲看到这条有无？我足感动了，对啊！我希望后班我的囡仔，也是讲我的哥哥，也当放心嘛结婚啦。我的囡仔也当好好伫台湾，也当有一个好的头路通食。要做生意嘛，也当放心放胆去做。有这个期待，真正家己有这个梦想，唔是讲像什么呢？那种升学压力有无？那种迄种为着讲家己的未来，哎，囡仔不断去读遐吼，对家己无兴趣迄种的科目，我想真的。不管是囡仔，不管是大人，咱痛苦指数拢足悬的，就对啊。其实，那依照按秘书长甲咱讲吼，咱台湾人这边哦，咱那过量吼比水数搁较好呢。结果呢，我们的天然资源，我们台湾这边的这个所谓的战略的地理位置，有无？是真正这世界通人无的，对啊。不过咱，等下别个流亡政府，伊无去善用到，没有去发挥出这样的一个经济价值。我真真正正为着咱人民，去甲这经济价值吼，甲发挥出来，摕着咱该摕到的，啊，只是一定去入资出去，吼、哦，一直去花钱去买武装，迄无必要。所以呢，真的，秘书长我感觉也做辛苦了，对啊。啊，摆咱台湾吼、哦，我们执政之后，我们要走路真的还非常非常的长远的，对啊。咱真正要借其他，而且咱呢，要求咱家己爱做的对啦，我们要真的去做，来。台民政府的组织架构，我们有六周，我们好像是在上个月吧，哈，我们就是六周哈，知识哈，全部哈，就是任命有新的任命，更年轻化，哈，不是只有一个中央机构哦，我们的这个组织已经完备了，
而且介绍六州首长，好，给全台湾的人认识。咱第一条报告，好，让我下个周请客，正式宣告，好，来台民政府上课，不要抱着找一份工作来，要以国际法理训练跟培养执政人选的地方，都可以，各行各业都可以来。但是来的话，你的动机要正确，好，心态要正确，动机要正确。那爱有建立安内心态，安内动机来，好，咱开张真真正正去学着法理，真真正正去探讨。安尼，卖好几挂迷思哈，搞到你这种一些利益的感觉哈，带进去这样子，其实并没有很好。来介绍我们的秘书长林志正先生给全台湾了解。我到到时候执政还不知道秘书长的样貌哈。来昭告我们的这个民众哈，组织我们的这个就是台湾的真相。台湾人在美国军事占领中，美国占领的是拥有台湾主权。美国的是占领权啦，那我们的土地呢是日本天皇的领土这样子。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哈，它是一个流亡政府，目前是它我们台是托管，让它托管，好，还是目前是在我们是被占领中这样子。这些资料呢，在那个报纸上都写得非常清楚。重申呢，台民政府呢要赶走哈，外公这个不用说赶走，这是一定的啦。这是一定会产生的一个状况，所有的这些时事，所有的这个整个状况哈，一切都朝向哈，那个中华那个台湾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哈，他们准备要撤离开台湾这块土地，做很多的征兆哈，都已经在显示的这个东西了。那我们呢，就是非武力哈，不合作不配合，不合作不配合，那没算计哈，那。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所推动的这代志，咱无咧甲伊配合，不过嘛免甲免甲伊对称了，不用跟他对冲啦。好、哦，那我们台民政府这么久来了，哈、哦，我们一不是合法，不是我们是合法的哈、哦，我们没有所谓的不是犯罪的组织。看听后边迄边听哈，以下有一个对就是一个有一个那个学者哈、哦，他发信去给这个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这个好像是行政院长的信箱，阿姨哈，对咱台湾民政府有无？他说：“哎、欸，他要求解释对台民政府的话，那个行政院，他是对我们怎么样的一种看法？有些啊，不是非法组织，跟不是非法的对啊。那资料在后面，你老兴趣，你来台灯一看。好，那么呢，都知道好，让我们那个台民政府好的位置在这个地方，不断的报道。刚刚讲的苹果 A 版，那还有这个台中这一边哈，台中的那个报道。”如果说是美国受益的，好，会协助哈，让更多台湾人来认识到我们台湾民政府，好，去探讨我们台湾目前的一个现况，好。那如果说是负面报道的话，必须对话啦。今麦这个时机啊，咱爱搁较细腻，咱千万唔通哈打死卡擦起的对啊，千万哈不要去走差错了，来。这个记者去问 CIA 哈，这个问题啊 ，CIA 因的警卫就是咱台民，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嘛，因都无来理解到咱台民政府啊，这记者去甲问这个，那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哈？去甲问大楼的警卫呀，搞不清楚状况，警卫只负责维安呐、啊，他不了解组织的过程呐、啊，去甲问这是无意义的代志了，对啊，好。记者来问这个 AIT 的官员，没有回应才是重点啊。通常哈，这种这么敏感的问题呀、啊，是不会被正面回应的。但是呢，这篇报道落来，是不是让更多台湾人去理解到台湾民政府这个组织的存在、伊的诉求、伊真侪真侪足侪细节哈，在这篇报道来当中有了对啊。好，那我们的同心呢也不用，如果说有需要的话，这资料再给你们哈，不用抄。来，各位啊，现场哈，我可以申请到咱民政府的身份证，啊，我摕到人家手，已经拿到的。哦，太好了，好，谢谢，都拿到了哈。所以呢，啊，你若看到，啊，这注记你是注记 T W 还是 C N 还是 C E 还是 P T W， 你有注意不？你有查来不？来，你个理解一下哈。哎、欸，你跟我申请啊？阿伯哈，来。这张身份证是
美国军政府唯一授权台湾民政府的这个身份证，是晶片身份证，从美国那边直接印制回来的。所以我跟你讲啊，今麦可能要提到时间拖较长一点嘛，因为真正足侪人，而且今麦我开始在给大家专训上课，我们就是一个 SOP 哈，一个标准流程。以后恁较够久、够滚，要去申请到，还是讲邀请到咱的朋友，要来申请到咱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的时阵，什么样的资格、什么样的这个文件有没有，就拜托大家哈，较配合。为什么？因为哈，去申请的时阵，收件。吼，拢阮的各州各郡有无？大家拢安尼，足好心的吼，哦，就安尼给你用扫描啥物货，后壁足侪人咧，太多人要申请了。你著家己安想吼，想讲咱若去户政事务所，迄白啊溜的，啊等百几个，你会昏去呗？咱民众来当做种代志，所以安那，咱若好传的物件吼，传了该正确、该交转的时阵去的时阵，收件只两分钟、三分钟，来当个处理起来，啊是不是效率无同款？所以呢？政府当然做代志，应该就是安尼做，爱明确、干直、正确，互人一边就把代志做好、做好对，速度爱紧，效率爱好。咱来当诉求着咱来民政府的执政以后，咱的效率、咱的品质是安尼，用安尼要求，用这种身份证上简单的代志要求去。我即马阮的专训就是来上这些课程，有人讲啊，上这个课程。其实就是上一个心态，要安那做代志，做好做好对，而且要求，卖吼像讲即马打电话，比如讲流氓政府无，安尼也会当，安尼也会当，安尼也会当，太多的这个可能性，太多吼会当让人去变巧的吼，这种的这样做代志的方式吼，很容易有缝可钻呐。所以呢，咱即马做代志，阮即马所有的训练用安尼的目标。要丢掉我们家己，好，所以这张身份证，好，是美国军政府唯一授权要求的。来，台湾民政府身份证是美国军事政府下的台湾民政府身份证，不是台湾国。好，来，我还要跟我300块、100块的，啊，放到真真的，有可能就是这间的，好，所以大家看好清楚。主权国家才能够发行护照。台湾是被占领地，不是主权国家，所以呢，台湾民政府只能什么发行旅行证件，就跟那日本哈、琉球旅行证件一样。好，所以以后呢，咱台湾这边，咱这人民会当申请到是咱的旅行证件，不再是护照。好，台湾民政府是美国军事政府下的政府组织，不是台独或总统。来，有一件最要紧的代志。咱会当诉求独立无？袂使吼，因为咱已经有一个母国伫遐啦，咱要讲独立啥货？所以呢，所有我先透过甲大家讲啊，做严肃，因为吼，咱这个团体吼，会互一寡外口搞不清楚的人吼，很容易去煽动我们的那个思想啊，因为咱若法律无讲解了解了解解清楚的时阵吼。因为青菜给你辩解辩解，有无讲？啊，你就是爱台独，你就是爱安怎的时阵，有无？咱搞不清楚状况，因为一向而且教育吼受侵蔑啊。所以呢，咱有几个要点，足要紧。所有哦，那是给你诉求讲吼，咱独立建国的吼，迄境界切落去，境界离合开。他的思想也发力，无读通，无读透了，对啊。再甲讲，袂当诉求台独哦。好，很要紧，非常重要。一旦发生说周边有这样子的人哈，哎，当共那共和情色那北当共，我们真的不要参与他的言语。以安内的掌控之下，如果一旦参与哈，就是有台独言论的团体、FB 各方面这样的资讯的时候，有没有？即便你拿到了职务牌哈，很抱歉，一样除名。因为呢，台独哈是美国军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不能够兼容的了，对吧？所以吼，莫讲行到关五关，结果呢，一个死角插去，去互吼，乌白乌白砍乌白，迄落吼砍过迄落台独去，安尼就做无菜啊。这部分真正最要紧吼，要甲大家讲好清楚。那台民政府的车牌，哎，我看过咱台民政府的车牌个手，红白，有看过哦。现场迄个啥，迄个停车场都盖着旗啊，有无？吼，很多支我们的车牌是美国军事政府下的
好，台湾政府发行的红色车牌，来，秘书长吼，最近有在讲，我吼让我的同心吼意识形态相当，有无？秘书长哪讲讲，嘿，白色车牌，因为它有保险嘛，你有行，你有那个就是有缴那个什么牌照税，对不对？好，那么保险嘛，对不对？啊，你怎么把白给放好来？啊，那发生一个什么状况之下，已经嘛无登记啊？我们的红色车牌。然后民国流亡政府告先人，那所以讲，那也当亲戚也当个挂，唔过叫做那白牌红牌同时跟他挂，伊就袂敢找麻烦了，对啊。我们那个诉求我们的主张，所以透过咧甲大家讲吼，我们呐、啊、在诉求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所有论述主张的时阵吼，那是用法律取胜，按来行动做出来。唔过呢，那卖跟伊对冲啦，不要跟他冲撞啦。卖好挑高一个挑战呐，那个都无智慧。咱今嘛是要压输，有时要讲我较赢，你准备爱走路啊？那是安尼的态度吗？唔通安尼？这种的品质，这种的心态，咱嘛无欢迎啦，无必要安尼。嘛是讲去别哩，秘书就讲诶，和平稳定，无缝接轨。不流血的革命啊，靠法律，就要把台湾拿下来，拿回来、哦、所以呢，白牌红牌，如果真的大家要去申请的时候，申请到我们的车牌的时候，白牌红牌到顶挂、啊、如果说不听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酒的军呢会暂时、哦、把你的车牌、哦、帮你保管、哦、等到执政了呢才行李、啊、不然说不听一天敢不叫警察找麻烦呢，对不对？那就没必要这样做，一再给大家宣传了啦，吼！来，推动会计 SOP， 头先大家讲的，按去，咱即马的收入，光那是酒，咱是不是讲办身份证，对不对？啊，是讲办车牌，有一部分的金额，像讲在酒吼350块，还是在光呢有100块。这种呢，所有的这个收入、身份证的这个收入，还是车牌的收入，是一点一度。拢记了足清楚，迄校报拢爱看，中央正嘛爱看，因个校报逐个月拢爱送起来，而且要甲大家报告，来，什么叫做政敌？恁敢知？以众人的力量管理众人的事，即种叫做政敌了，对啊。要甲大家报告，为五月开始的时阵，全台湾6个州50个郡，各州各郡。成立了什么会？成立了财务委员会，州有11个人，郡有7个人，财务委员会各郡、各郡甲各州的项目，拢要送去甲财务委员会很审核，收入来的钱、甲支出的钱，拢要签名，伫个传票拢要签名了，对吧？要做报表出来，送来甲中央，大家来看，而且呢？来，各位，你有去参加到咱这个什么？我们的那个州还是郡的参会？有去参加过参会的举手？参会还没有哈？来，谢谢各位参会哈。会当建议恁真正爱去。我跟恁讲啊，恁来到这个中央这个所在，恁所看到的，跟恁实际登去跟恁住的所在附近，恁所接受到的州还是郡？你要去甲理解、了解，因在做啥物代志，来印证了，对啊。中央这边来讲，叫做 SOP 嘛。不过你去跟所执行的，恁所接受到的这些人，因所讲所行的，跟咱民政府伫中央这边上所讲的，同款无？你来去甲看，迄才是真真正正的基础，为军里拍出来，甲州统辖，过来甲中央，这才是一个组织。所以呢，开俾我大家看，哈、哦，各州各郡的活动，台南特别个叫过去上课，因为哈、哦，这校博你不讲要简单嘛，做简单，啊，其实做小哈、哦，有的时阵啊，唔是做校博的问题啦，是心态的问题啦。有人讲，这钱会当欠无，迄钱会当欠无，当我敢讲一句话，讲叫做哈、哦，志工团体啦。去甲军、去甲州、去值班，搁出便当无？搁喝茶水无？
无，家己来。英国还未确立的时阵，就敢那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行到底，就一个便当是500块，便当好食，爱个茶，矿泉水传了呢，便便，唔免。为开始进行了这会计的这个账务流程，确立咱的进行了后，各州无该出现唔免请的项目，完全拢调整过，心态拢无同款啦。所以为项目去调整了，讲每一个人伫做民政府的代志时阵，迄种的心态甲伊的行动，好、哦。所以呢，为了迄个代志，真正大家做拢做加拢暗时呢。我下班了，走去台南甲伊上课，大家拢做认真，互我做感动。这是伫个中央甲内阁上课的时阵，所以从上到下，为中央甲军每一个人，拢爱理解到，台湾民政府安那来推动这个项目，是安那注重这件代志的对啊。好、哦，会计登账。好、哦，来，各位，全台湾六个州宣传发力的这个影片，好、哦，来，这个片啊，确实无讲好做清楚。来，我们台南中吼、哦、扫街，这是今天6月6号，今天6月6号，对不对？好，大家所看的资料是详细呢，这是六月初四，台南的台南哈、哦、旗海游扫街游街的照片。你看这些人，大家穿什么？穿制服。这些人有的是上班，下晡请假，动员这么多人去扫街。台南州，不是只有台南，全台湾省6个州，陆陆续续，你若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就对了，大张旗鼓，要跟大家说，台湾民政府这个团体，这个组织，别说到时候、哦、美国、哦、军政府、哦、下令说，哎，台湾民政府执政，有没有？大家混乱，搞不清楚状况。好、哦，来，真的是很感动啦，让大家看这是怎样，要让你理解到，不是我们在这里上课而已。台湾民政府，六个州50个军，每天每天，像今日，像明仔暗时，高雄州有参会，好，高雄州就有参会，好。那么这个扫街的活动，各州的扫街活动，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有。你哪会当讲去理解，去甲你介绍你的朋友，去甲群，啊甚至甲州，去取得这样的联络的时候，也许还不到你们上高级班啦，无定你有这机会的，当参加到这样子扫街的活动，真感动，有机会应该去甲参加一下。好，来，那我们的那个童心哈，我们台南州的这旗海短片哈，我们看一下，谢谢，帮我按下去。台南州的刘知事，知事拢做少年的吼，都是青年有为。彼天真热，听讲要落雨，结果呢，无落雨。台南的天气真正是足热，穿即身躯的制服，要表达的是啥物货？是一个台湾民政府的精神啊，精神啊！大家行落来，拢爱流汗流滴。大家够行啦，吼啊！有泉水要给大家啉吼，大家袂食袂落，啉袂落的就对了。太阳在大呢，吼，在这些姐姐吼，唔惊晒。
哈，嘛是安尼去行。火车哈，机车、轿车总出动，这里底六七十岁的人真多，行这段路落来，真正无简单啊，足辛苦。行路娘吗？这是宣传着咱台民政府的法律。你看大家欢喜安尼，热干呢嘛是安尼，这精神你甲看，这正是就是一个精神。咱所有出去，台民政府，咱这官员出去，就是这种精神。有啥人？你看有啥人拗头拗面的？无。我看这部片，我看啊足感动。参众议长吼，安尼年岁较大吼，你看嘛是行几路的，好幸运啊！你看，加果子，迄天天气真是太热啊！那滚秀，好，谢谢。所以呢，你看大家，你也想看迄天天气遐尼那热，穿只辛苦黑色的西装外套，整身的制服，迄点心嘛，当然唔单有台南州，哈、哦，台北我头看，台北迄部本来嘛是偏啊，可能我无甲连接好势，无法度放互恁看。宜兰、新竹、台中、高雄。大礼拜，拢陆陆续续，拢像安尼个扫街活动。拄头开始的时阵吼，我有听到阮一挂同心，听到真正真艰苦。无理解的时阵，无出去分迄个 DM 米拉的时阵，有诶吼无理解安尼，看看有无，才摕啊只手就甲等诶。咱个同心呢，行到后壁，甲捡起来，讲啊不要紧啦，啊无吼，你会当摕当去厝里看。来，搁摕一道，搁等一道。迄种个感觉吼，啊，毋过咱这东西，伊搁一个态度，伊讲不要紧，不要紧，伊搁捡起来。这张纸伊毋感觉等呐，因为知影讲吼，这一点一度，拢是咱东西的奉献。印这 D M 嘛是大家安尼奉献出来去印的，那敢讲互伊等伫涂骹呢？所以迄个心吼，那按对应出去咧看的时阵吼，真正是。我感觉讲，唔是讲做甚物大，唔是讲做甚物偌大嘅行动，讲去牺牲性命，确实只为着台湾咧做代志。你看咱真真正正讲安尼出去咧行，流汗去做这代志，咱嘅支持嘅信念是甚物？诶，信仰咧支持着咱。遐尼那热，看到人安尼对待咱，是安那一个信念，会当有迄慈悲心。那不是因为因无理解，咱哪有机会去甲因讲呢？所以啊，咱回去时阵，不管厝内底的人，不管咱的朋友来甲咱反对，咱讲来艰苦，爱无欢喜，完全唔免啦。佫太侪人无当理解的，今日是无简单，咱是做福气的一群人，咱才有法度讲坐伫遮，好好来甲理解咱遮的代志。所以啊，完全啊，拄到迄个无理解，甚至讲咱无共款的这态度，是讲态度较歹的，不要紧。咱阁继续爱予因机会，继续甲因讲，狂狂啊讲，吼，莫讲迄种安尼扯平的，讲吼，你后摆你若毋听，后摆看你安怎，莫安尼即种的言语，莫讲威胁，讲鼓励，吼，佮讲真正即条路无共款，咱的行动啊，确实真真正正会当改变了咱台湾，真正咱的行动，像我安尼，我做人的媳妇，做人的妈妈。拜六礼拜拢无伫个厝里，我嘛是爱甲我厝内底个人讲，甚至我撮着我个囡仔去甲高雄州办公室、高雄州部，即个人甲我个囡仔鼓励个时阵，你看我个囡仔话高水高，我高二，我后生甲我讲一句话，讲妈妈，你有甲我办身份证无？我讲有，我讲为虾米你安尼问？伊讲哦，办起来好啊，加一个机会啊，连一个高二个囡仔就安尼想着啊，总无讲。咱搁较坐伫外口，咱遮个大人，咱遮有知识个，吼，咱遮个社会人士，是毋是？甲因讲，
把这条身份证办起来，来了解，是给自己一个不同样的机会，感谢呢。好，来，那个我们同心帮我往下按，谢谢。来，如果不思考未来，不会有未来了哈。世界上一切伟大的运动都跟某种伟大理想有关。我真正做加一句话，咱即马台湾民政府夹到即马这个时机来，真真正正是一个关键的时机。好、哦，咱伟大的理想是啥物货？你抱着安那毋忙来到家，会当支持恁坐三天两夜，够下一次的高级班。是安娜的精神，给恁支持。当我去上完初级班，再上高级班，一路走到降息的时阵，我真正给大家报告，我完完全全吼，唔捌后悔过。而且呢，是愈投入愈感动，愈投入，会愈感觉到讲，家己爱学的代志，佫足多，会当做代志，佫有够多。真真正正需要爱佫。更加多人入来的，秘书长一直跟大家说，要更加多少年家入来，真的有够欢喜的。后来 就是从为报纸开始报道了，有无？真的，做出来像安尼的少年家，而且女性也真多，少年家真多，一直入来，真的。你敢不知道，咱前两三千名的这些先行者，大概大部分都白头发的比较多，各位，你敢知？当我去访问，去甲因理解到咱遮的东西的时阵，我讲啊，你想要做几年？伊讲我无安尼想。我当安尼，我听因个后来甲讲即句话吼，我足感动的。伊讲我那是想要来做官啦，我是想讲事情会紧搞无吼，紧去你即种啦，啊，好像少年的起来啦。我是即点心尔，我现在要甲做官，要做几年？我怎样去做几年？真正诶，咱台湾民政府有足侪足侪东西，足侪足侪成败，是安尼诶一点心来诶。所以啊，这些少年家，好，今天在场的各位初级班的同心，真的，台湾民政府因为有恁的加入，咱的事情名搁较紧特别达到啊。这些少年，这些少年呢，哈，真正发挥，发挥着恁的理想。我靠！这公务人员唔免阁去想遐啊，真真正正来拍拼着咱台湾民政府这条路，确实一万孤等诶，安尼敢好？好哈，来，今嘛已经了解着真侪真相啊，敢是毋是？哈，了解明白来到咱民政府真正意义，真侪真相会做清做明，哈。咱来想看卖，你当初是怀抱安那心情来的？有诶讲是去吼，迄落爸爸妈妈吼，安尼硬叫叫来，啊，比如高家爸爸来有无吼？哎，来来来，笑干安尼，甲你请教一下哦。现场有无？这次的食宿费吼，你比如甲你拉袂下手啊？还是爸爸妈妈甲你拉袂下手？哎，无啦，我家己拉袂啊，袂歹哦。当初是我哪来的？当爸爸甲我讲的时阵有无？我坐高铁来到桃园高铁站。我爸爸去给我载载来，现场拍机拍拍，身上六千块交，伊是安尼的精神给我支持出来啦，所以呢我真感动。所以呢现场咱也是讲吼，真正讲吼，是有咱的时段吼，是咱的朋友吼，跟咱斗支持吼，咱也甲感恩啊，甲感谢，真正是咱一生，咱一世人的一个贵人了，对啊，吼。有的是来踢馆的哦，人来做社里的哦。我们自己身边哪些人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哦，都不知道。一再提醒大家，哈、哦，身边如果不懂法理的，还是讲的不对的这个法理的语言的哈，咱、哦、大家共同来调整。不是讲伊有有意要来破坏，只是讲伊可能无讲解理解。那无理解法理的人，那个爱尽量来跟伊沟通。啊，那真的沟通不了有无？哎，根深蒂固有无？因为言语上出现那种台独思想的哈，来拜托诶，需要同步一下，好，看有老师，还是讲那东西，会当好好甲
跟他这个解说，千千万万唔通在咱中间散播不正确、不适当的语言，叫做危险。好、哦，咱是真真正正要为咱后代子孙开一条有尊严的路。来，有听得起啊？搁耍来，接下来的行动是什么？可能哈、哦，可以建议你做几件事情。第一个，留下着，好、哦，咱家好朋友的资料。开始呢，依然呢，若是讲高雄的朋友、亲戚，会当高雄的，哈、哦，替你带去，好一个。所以呢，来再交到朋友。第二项呢，会当参加到什么会？参会，甚至呢，家己主动去了解到咱军、州的位置伫底，去甲理解到当时要来扫街，要来分米啦。去甲理解，甲参悟，你安尼亲身参悟落去，你较真正了正正，知影讲吼，甲坐伫遮是无同款的感觉啊！安尼，来共同来迎接着吼，咱美丽的新的台湾这条路，来讲好不好？好，感谢大家安尼再等久长的时间的这个哈时间，谢谢谢谢。好，咱今晚呢先休困啊哈，谢谢。